欢迎收睇湾区直送，我系林冠。深圳楼市政策日前加辣，收紧咗限购条件，又加码咗豪宅税，当地嘅人称之为史上最严嘅楼市政策。一众咧喺外地嚟嘅打工仔，想喺当地买楼啦，就真系难上加难啦。原本谂住喺隔篱啲嘅东莞平平地入手一层二手楼啦，结果而家都唔得啦。最近来东莞出差，约了好几家，就是说看房子。本来约的就是说今天和明天去看嘛，看好如果合适的话，我就想在这边购一套。但是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哦，就看到了朋友圈一则消息嘛，东莞从7月25号也限购了，我当时都懵了，毫无征兆。东莞限购政策嚟得太突然，唔少人一夜之间失去买楼机会，就连二手楼都买唔到。东莞12个部门在上个周末凌晨联合发布通知，收紧当地限购政策。由7月25号起，非当地户籍人士至少在东莞连续交一年以上的社保，才可以购买第一层楼，包括一手楼和二手楼。交两年以上的社保，才可以买第二层楼，但是不可以买第三套楼。除了限购，亦都有限售。根据之前的规定，取得不动产证满两年之后就可以转让商品住房，但最新规定就连二手楼都要满3年之后才可以转让。内地一份报告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大湾区不计广州和深圳，剩下的城市里面，东莞成交均价升幅最高。大约在两个星期前，深圳已经率先收紧楼市政策，被称为最严厉楼市调控政策。一星期之后，深圳二手楼成交量大减近50%。疫情过后，各行各业都追求复苏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收紧楼市政策呢？在这一年这个房价上涨的过程中，出现了一些这个违规的一些资金进入房地产，也就是这个金融市场呢，现在也是要积极管控房地产金融市场呢，也是需要进行一个监管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除了这个传统的防范房价涨幅扩大，还有一个含义呢，就是要防范各种违规资金进入到房地产。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东莞出台政策前一日主持房地产工作座谈会，强调时刻绷紧房地产调控这一根源。当时有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南京、杭州等10个城市的官员参加。中央一直强调不会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，不过要重启经济，短期内一定是要扩大内需。在汽车消费转型升级上面，当局花了不少的功夫，特别是推动新能源车的可持续发展，先是要搞定充换电的配套。买电动车最愁的一直都是怎样充电，这里就直接换了够充好的电，只是需要3分钟的时间。换电呢就能保证我们这一天的运营这个里程出来，然后我们的收入就能提升上。就原来充电的时候，一天可能得充2次电，就耗掉这个4-5个小时。在这位的士司机的手机上面看到，今次换电一共使了53.2的人民币。虽然1公里的均价比起充电桩充电略高1毫子，但换电的时间拍得上加油咁快。续航里程在250公里左右，基本上可以用足一日。但换电站的建设成本高，以北汽这个充电站为例，成本要500-600万人民币，配备28块电池，最多可以帮400多架车换电。而每日最少要帮200架车换电，才可以达到收支平衡。以前像南站这个站的话，基本上每天服务达到150-160次。目前的话，实际上是还没有实现。对，目前由于疫情的影响，再加上油改电的这个节奏，那么整个车辆的更新的这个总量还没有上来。虽然面对盈利难的问题，但车企都坚持试行换电的模式，都是希望实现将电池和汽车分开，直接出售裸车，降低消费者的买车成本。核心最后还要到车电价值分离，也就是这块电池作为车辆价值最高的一个成本组成部分，他不再把这个高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而是通过运营让它循环使用，让多人实现共享化来摊薄这部分成本。换电站亦都得到政策支持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加首次将换电站纳入新基建。在车电分离的模式里面，车主只需要好像加油一样定期去换电就可以了。这种想法很美好，但相比起发展成熟的充电，换电只是刚刚起步。内地现在有38000个充电桩，
换电站啦，净系得449座。如果要发展呢种新模式啦，始终都要统一电池标准。今集讲到呢度，拜拜。